梦回长安，欢迎来到擂台，我是蓝火。咱们继续来看比赛，观战方的话是一手花生色，对战方的话是林波成。开局观战方出宝宝，对战方加伤害啊。观战方给对面丢一手放下，观战方化成四的话没有什么事可以干啊，尽可能的去丢一丢 buff。观战方舍身后排，观战方分光给到宝宝，伤害很高。观战方继续出孩子，对战方起真君直接群飞，伤害很高，观战方宝宝直接选择了防御。观战方作为一个化生四的话，对战方秒过来还是五六千，观战方一手诅咒之伤打孩子，现在观战方主要的一个任务就是清掉对战方的一个孩子。对战方浪涌过来，一千七，观战方给对面丢一手无魂，控制一手。观战方这时候单法的话伤害还挺高，每回合可以吃掉对战方一个大金。对战方直接选择破血过来，这个宝宝有血有防御还有一点输出，直接是把对战方人物给出掉。这样的话对战方的一个输出就很难看了啊，其实打过来的话每回合不痛不痒，给观战方造成不了一个很实质性的一个威胁。观战方这只单法再去冲对面的一个人守尸，对战方继续惊涛怒扫过来，2500，对战方的一个伤害感觉有点低，也或许是观战方作为一个化生四而言的话防御有点高啊。观战方砸钱
没有把对面砸死，对两方继续浪。管大方这只宝宝疯狂守尸，让对大方很难弄。管大方再奶一手，对大方人物再次倒地。对大方这个九转消耗的有点快，其实对战方每回合给观战方造成的这点输出的话是吧，确实是太少了。观战方带走对战方的一个宝宝，单法秒掉对战方的一个人。